你是ICAC的人，你这样叫包庇啊！我身边的人都活像是因我而死。如果你再不面对，那就来不及了。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算过收入多少钱 ？Action！ 做了多少你现在认为错的事儿？你这是天真的以为可以洗白？这案件不仅仅只是贪污这么简单。 陈总，你不是怀疑我吧？钱是哪儿来的？如果没有入境处的高层人士帮忙，根本不可能做得到。牵涉的人可能更多。快走！我觉得你更天真。但是我不肯定他能有命回来。 你早就知道了。